小弟弟小弟弟，擊敗人之敗人，你兩條友一世得個捱字啊，連車都冇啊啊啊，連屋都冇，就扮生曬一下識穿啦。你有屋就數啊，數咗出嚟啦，數唔到點解啊？因為你冇屋，你係露宿者，戇居嘅。嗱，連呢啲咁嘅 apartment 你都買唔起啊！呢啲咁嘅 apartment， 咁你都買唔起啦。我覺得提衰你啦，啊！又冇屋，又冇車，啊！喺馬來西亞咧，30歲過後冇部車咧就好收家噶，好緊要收家噶。啊！呢、這個小弟弟就更加慘啦。佢哋嘅字體咧，哎呀，企唔穩噶，我冧咁噶，證明係腳上個腳係冇力嘅人，冇力噶，腳冇力代表咩啊？即係有多少係性無能噶，好快，好弱雞噶，好唔掂噶，捱唔得幾耐噶呢個啊，唔能夠托付終身嘅人嚟噶。我諗啊，40歲命咧就好極限噶啦，35歲可能都冇命啊！唉，可憐可憐可憐啊！啊！人咧要體驗啲啊，冇啊，成日都啊求發展，成日做埋啲跟班太監有鬼行咩？好心你啦，係真係收家收辱你嘅誒祖宗18代啊！唉，係哥，我話你死咗佢啦！唉，咁嘅人冇鬼用，英文又唔識，發一達都冇人睇起你啊！一個唔識英文人基本上就冇同世界接軌㗎啦，只能夠同落後地方接軌啊，冇鬼用㗎。